别干啥，你们干啥？嗯？这咬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今天大姑准备转汤了吃，前段时间自己家磨的那个。这有皮的怎么回事呢？没看好。这是苞米没扒干净。哦，得查了一点，没什么太不好。嗯。尝一尝。干啥呀？他们有那个汤套，这家带个别人，这个别人带这个中这个大拇指也行，带这也行。嗯。我不用，就是直接就是搁手里夹着呗。嗯、就这么能夹住就行。咦，来了。要是烫的轻，就是上锅里再蘸点热水。哦。嗯。年轻的可没有会的。就俺们上一代的几乎都会，都得会。那人儿没有像现在用那个压的那个东西，都自己转，都手工转。这个玩意儿就是哪趟开往哪趟去，这下锅就让它熟。哪地方开锅往哪？往哪地方转？哦，嗯，还有这说呢。嗯，你看这锅边开就得往别锅边转。这个还真不知道。你要往中间转了，它不开，一会儿就又跟那个就粘一起去了。哦，嗯，这是核心技术啊。看的都能看出来，但是你这个东西就不注意就不知道了。那它开的呢，它面条下里头就熟了呢。嗯。嗯。这家伙。煤球上，去咬它。它弯竹子呢，平时让它碾了，去它不碾，这边是不碾了。上去碾去，鸡咬鸡，啊？我是让你咬鸡，你舔我干啥？嗯。吃鸡去，肉食肉食，哎呀，这大大公鸡，去去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天空蓝蓝的，很安静。大姑，啊，这小黑狗又来上班来了。哎呀，那天天的，这就是饿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家伙来了就高兴了。哎，这一天，两个小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看，就像活宝似的。俺家煤球就跟个死木头似的。这还是个小母狗，但是比煤球小，是个小狗呢还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这天，哎呀。这俩小狗玩儿多好，尝尝吧，尝尝是干的怎么样？可以了呗。嗯，我刷刷咱们出锅，这就可以出锅了。哎，为啥要放凉水呢？它那个怕坨，你不让它开起来。哦哦，这不用，这都好嘞。好嘞，那凉水。我的盆里我也添的凉水。我奶愿意吃这个，都愿意吃。我们就是都愿意吃这个东西，粗粮细做。嗯，我也吃。因为昨天的饭菜，菜花、酸菜，还有一个这个蘸酱菜。啊，空了两斤。尝尝点。这个要来点鸡蛋酱。来一个小勺。不行，嗯，怕不扛个针这个啊。这玩意儿有点烫，刚挤完就在吃。还没泡亏，老花他们家有正好，知道吧？这已经吃完了，然后这不活动结束了吗？然后这两天大家都忙活坏了，今天我一家人去洗洗涮涮。洗个澡啊，剪个头啥的。老乡们今天也没来，就暂停不干活了先。
这换胎呀、啊、杨。啊，换上面，早点。雪地胎。嗯，万一待两天下雪了。下雪了，你还走不了。换胎。对。上后尾来，快上后尾。上车，上车。这没球不行啊。没球咋整啊？咋整？没球。他跟咱跑啊？那以前追。好了。嗯，把没球给抓了。谁上后尾？给他放那个公司去。这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这到公司这边了。上这儿等一会儿，在这集合，一会儿去洗澡。好，我是大雷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